好，观众朋友，今天早上呢，有没有被这一阵啊吼吓了一大跳呢？今天早上的7:58发生了规模7.2的强震，而且余震不断呐。地震发生的当下，哇，这一摇，很多人都说呢，当年921的那种恐惧感完全都回来了。而且更可怕的是，在地震前一天，就有网友抬头看天空，觉得这个天空怪怪的，因为云层的分布跟颜色好像仿佛跟当年921云层分布一模一样啊。早上这个规模7.2的地震一来之后，对不对？我要出门之前量了一下血压，大概180。哎呀，这么高、啊、为什么？因为921当年我要跑了这个921地震之后，有压力，有没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你知道吗？所以今天这个情景几乎让我想起当初921的恐怖情景了，对不对？好，那不管怎么样，今天呢、啊、就有人就在想说，哎、欸、他在前一天呢、啊、有民众就发布说，前一天晚上他们拍的那个天空，哇，真的好美啊，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天空，对不对？哎，大家还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么神奇啊？我们先来看这张照片，对不对？是，这张照片是有网友拍出来，他说，哎，你看傍晚的天空看起来很奇怪哦，远处哦竟然是艳橘色，哦，艳橘色，对不对？啊，它中间这个地方变粉红色，到了我们顶上这个变紫蓝色哈。那更夸张的是，三个层次的颜色竟然被两段乌云给遮住啊！哇，这个天空竟然这样变五彩缤纷的感觉，对不对？对。那其实啊，这个有可能就是因为太阳从那边要下山了哈。是。那远的话，因为红外线的波长比较长，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也沿着红橙黄绿蓝靛紫到我们的头顶上是紫蓝色，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对不对？那不知道。那其实还有网友拍的一张照片，是整个天空都是红彤彤的啦哈。那其实921地震那个时候，我去采访在中部，尤其是那个镇央附近南投啊，民众就跟我讲说哦，其实那一天就是921地震，因为是凌晨1点多发生的嘛。他说其实前一天921啊，那个天空有没有南投地区的天空，到8、9点天空都还是红色。哦，红色的。对，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讲说，哎，你看是不是有一些很奇特的现象出现这样？不过说真的，这一次在花莲啊，灾情也不算轻哎。是。我们先看一下，你看，这是花莲县的北滨街有一个幸福时刻早午餐，对不对？哎、嗯，你看这规间厝嘛，五楼的建筑物啊，规个全落落去，你看。你看。哇，我们以前常讲说二楼变一楼，一楼完全不见了。对，变地下室，对不对？对。哎，幸好里面有很多受困的人哈，慢，尤其还有住户从3楼爬到1楼之后才钻出来，因为整个结构大体哈。大体上没有完全被破坏，没上面没有坏掉，整个再压下去，所以你看很多人就被救出来的时候是从1楼啊、2楼这个窗户有没有被拉出来这样，哦，被救出来了哈。那我们讲说哦，可是看到这个情况是相当的惊悚了哈。那除了说这个北滨街的这个房子倒塌之外，花莲县这个轩辕路这个9层楼的一个天王星大楼有没有？哎，竟然45度的倾斜，你看。而且它倾斜的当下，很多车子刚好开在旁边马路旁边嘛，对不对？哎，一瞬间给我惊到呢，看到那个整个尘土飞扬起来，就那个车子紧急刹车，吓都吓死了，怎么房子哎，规个全倒落去啊？对对，啊，幸好它是只有45度，还能够撑住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对，那消防车就出动了一辆50多米长的云梯车去前往去救援了哈。是。那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两栋房子的唯一的特点共同点？人家讲说这个房子很可能就是那种软脚虾建筑啊。什么叫软脚虾建筑？以前的那个大楼，为了一二楼看起来气派好看呢，一二楼全部挑高或者把它打空嘛，一楼可能就完全店面，柱子就少了。嗯，因为柱子一少之后，你整个建筑结构你会发现就发生倾斜，地震一来的话，哎，它就往那个柱子少的地方，嘿，动没掉，软脚虾那个地方就倒了嘛，对不对？那我们讲说这个早餐店有可能是它整个一楼就当店面用。所以里面的柱子真的不够承受，所以是规间给落落去的哈。那我们想到说，2018年2月6号那个时候不是花莲有一次大地震嘛？包括统帅大饭店有没有？是，也整个摊下来，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花莲云门翠堤的大楼有没有？它也是倾斜倒塌，就跟这一次这个天王星大楼有点像。嗯，可是它倒塌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九合工程一个老板哦，叫林信昌有没有？哎，他竟然号召很多志愿者哦来协助帮忙，他还。供应了11根那个 H 型的钢梁，有没有？一吐嘞，有没有？把这个建筑物这样吐掉，有没有？哎，那幸好那个房子没有继续再倒塌、啊。你看这个钢梁很明显的把这个建筑物给支撑住之后，
让消防队员救难人有时间有余裕把里面的一些民众给救出来了哈。所以你看这个当初啊，在真的要拍拍手。那这次这个天王星大楼是不是有很多方式可以让他说不要再继续倾斜，对，让里面可能有被受困的民众能够马上救出来了哈。好，那我们再回到那个今天早上这个地震哦，哎，花莲地区真的一震哦，震到真的是变成一个孤岛了，你知道吗？对，对外交通联系几乎都全部断掉了嘛。你看，我们看到说今天花莲崇德这个地方有没有？哇，竟然还走山呢！哎，整个山体啊是大量的那么倾斜走山，有没有？那个山体还土石滑落崩塌哦，现场扬起很大的那个灰尘，哎，很多民众远远就看到，哦，你看，哇，人家说刷哎沙花沙尘呢，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山在走，哎，山体整个走山的情况嘛。整个滑下来之后，哎，你看这个问题的话，大家就第一个时间就想说，这附近有没有住户，有没有居民被受困，或者是被掩埋哈？大概就跟定位，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啊，天佑台湾，希望说哈，有一些受困的民众都能够平安无事救出来了哈，哎，也尽量减少一些伤亡了。那可是花莲，你看这个是新城乡那个崇德台九线那个苏花公路的出入口有没有？对，哎哇，这个看起来更惊悚，你知道？哎，这刚好这个隧道的出入口一出来之后，你看这整个没有路了呢。对，这整个巨大山崩哦，地层下陷，有没有？整个道路哦，跟一个断崖一样下陷哦，而且还有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大卡车，有没有？对，经过这个地方竟然被落石打伤，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刚才就有一个大卡车，有没有？对，造成一死一伤了，对不对？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哎，今天北捷啊，新北捷运的那个环状线，有没有？那中和这个地方。竟然发现这个轨道还移位，你知道吗？哎，竟然还有民众动没掉哦！你看这么多民众，你看，对，用走的，要走到那个什么车站之后再出来啊。对，那步行在捷运这个地方徒步走的话，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很危险啊？对不对？那可是我是觉得很夸张的时候，当初我们在盖捷运的时候，不是说可以承受规模7吗？震度5以上的那个地震吗？哎，今天说真的，这个地震。在新北市的震度才五弱而已呢，而且规模也不到7，对，为什么这个捷运很明显的发生移位状况？这个移位啊，当然哦，我是觉得建议哈，侯友宜市长哦，你现在这个环状线哈要赶快全线停驶，而且要加紧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把沿线环状线整个建筑结构要重新做一个体检。嗯，为什么？因为照理来讲呢，我们看到这个轨道在悬空，对不对？对，它里面有一个减震减压的一些装置，哈，就是在这个轨道我们看不见，包覆在里面。照理来讲，里面有焊接或者有扣住啊，所以当你这个地震在左右移动的时候，这个轨道不应该是会错位啊。是，所以你看一错位之后，工警讲，哎，这表示说不是只有中和这个地方，对，就表示整条环状线是不是里面。有出现偷工减料或者是设计不当的结构问题哈，这个你如果没有好好的把它检查清楚，让老百姓安心的话，我是建议环状线还是现在把它停下来啊。而且这个新闻哈，今天早上发生的时间是什么？7:58呢？哎，就得上班族都可以搭捷运的呢。对，捷运停止掉要怎么办？去搭公车啊！好多人今天上班都有迟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哎，除了新北之外哦，现在包括了这个宜兰哈，也传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灾后的一个状况啊哈。说这个龟山岛。龟首，哎，这有点攸关国家的国运哦。对，龟首也这样崩塌啊。因为龟山岛，哎，公警讲，这次地震真的很严重，尤其在宜兰外海这个靠近正央比较接近的地方呢。像龟山岛啊，你看我们看到原来的样子有没有？这个龟首是不是很明显在这边有没有？哎，现在震下来之后，突然起起嘎溜哈，哎，这起起嘎，公警讲，这个也不像是乌龟的那个头了吧？对不对？对，因为很多人就拍出来说，哎。这个会不会对龟山岛对国运有一些问题啊？因为龟山岛以前就一直在象征说，这个至少哦，龟是代表吉祥啊。对对，哎，我们以前都一直觉得说，你看龟山岛护在我们那个什么海外护卫嘛。对的，那现在一地震又来的话，又崩落下来的话，那以后龟山岛就不叫龟山岛啦，那怎么办呢？所以人家讲说，是不是要想办法把它复原或修复或怎么样？不知道。反正至少说我们这个龟首还没有断哈，是我们现在还至少还可以看得出来，至少还有略略的一个形状了哈。好了，那我们讲说哦，这次这个地震对不对？
因为它是海岸的一个断层，有没有？对。它今天就是菲律宾板块没入在那个欧亚板块下面了。是。现在还在预估说，哦，这个没入这个板块的这个能量，对不对？它如果还在持续释放中的话，那可能未来的3到4天之内，有可能再发生规模6到5到7.0的地震。是。我们的余震今天大家很恐怖呢，有规缸哦。一滴油呢？对，一滴油油没停嘛，对不对？已经到目前为止，余震已经上百次了，所以接下来这个规模余震这么大的话，大家应该要检视一下家里面的建筑或者墙壁哪里有菌或怎么样。哎，不然厝呢丢来凶了，如果又这么大规模的地震又一来，这是危险哦。对，会不会有二度灾害了？对对哈。好了，那我们现在这个中央大学地球科学系的教授马国凤就讲了，他说台湾大概每30年会出现一次规模7以上的地震啊，所以每一个台湾人大概会面临一辈子会面临两次的哈。那我已经面临两次了，希望以后不要来了。25年前921，对，那可是问题是这个只是一个统计数据，而且我们地震统计大概只有100多年的时间，如果用这个来评判的话，或许比较果断一点哦，会跟误差会比较大了哈。不过大家现在很紧张的就是有一个争执点的在哪里，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个争执点就是我们的三角断层。三角断层，三角断层是从金山有没有出海，沿着金山路到陆地下来有没有？经过大屯山系有没有一直下来到台北市台北盆地之后，再进入新北市，就从三重、芦洲、五股一直到泰山这个地方哦，贯穿双北了。对，而且到最后是在板桥、新庄、树林的交界这个地方哦。那这个三角断层恐怖在哪里？因为它经过台北盆地嘛，对不对？那现在我们的预报中心主任的陈国昌就讲哦，他说别惊，你不用担心这个三角断层会动，因为它已经10000多年没动了哈。所以你要担心的可能就是大屯山火山爆发。那可是又有另外一派学者，包括陈文山他们哈，他们就认为说，不，这个三角断层不是说不会动哦，它一动的话不得了，它只要动的话，至少规模6.3以上。哇！而且说真的，6.3有可能哦更高，对不对？如果在这个台北盆地这个地方，有就真呢。对，这个在陆地上的规模6.3以上的地震的话，我公瑾讲。依照台北市哈有那个30年以上的建筑物大概在37%嘞哈，如果这个地震一震的话，公斤讲陈国昌自己嘛讲哦，这如果大规模地震一下去的话，搞不好会变成一个什么沼泽地方哦，拖地落个，因为淡水河这个河口的水就灌进台北市来哦。那如果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毁灭性的灾害，对不对？而且大家就在想说，既然有这么大的危险的话，那我们这个老屋的重建违建呢，是不是应该要？不要再让它停止，不要再给它阻碍，对不对？因为我之前我在跑921地震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年代开始，他们就讲说，除了这个建筑物倒塌之外，公斤讲你在外面也没说安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帷幕大楼玻璃啊、窗户什么东西啊，你会发现你走在台北市街头会被血滴子给封喉啊。血滴子？对，玻璃用咻全部都喷出来，这样碎裂的玻璃啊。所以人家讲说，这个说真的，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地震的一个周期哈，有可能进去的话，很多很多的建筑物的规划或者是它那个应该准备的东西的话哈，大家真的不要轻忽。现在地球是不是真的乱了？有星象家就预言呢，2024呢，地球还会即将面临3大灾难，有大洪水、疾病引发的饥荒，其中他们更提到了大地震。敬明哥，看到现在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来看，这些预言会不会一一实现呢？嘉芬，最近这个全球其实也有很多各地都传出一些灾情哦，比如说在这个美国加州，它有一个这个海岸公路 Highway 1，本来就是一条很美的这个公路，而最近因为在这个一场暴风雨之后，刚好它上个礼拜碰到这个美国是复活节的这个周末，很多人要出游，可是偏偏不巧，这个沿着海岸拥有无敌海景 view 非常漂亮的这个海岸一号公路哦，它偏偏在这个暴风雨过后，它的海岸路基被掏空。不只是这样，如果你镜头再从北美洲拉到了这个中美洲，我去过了这个国家叫瓜地马拉，是瓜地马拉，它的这个森林大火似乎就跟我们之前讲过美国的森林大火也是很严重。瓜地马拉的森林大火今年初到3月20号，你可以看到它的全国已经发生了873起的这个森林火灾，足足烧毁了5200个这个足球场大小的这个面积，大概20.8万公顷啊。那这些地方呢？3个月，总共发生了这么多873起的森林火灾，光是3月31号那一天啊，24小时之内哦，它就面临了36起森林火灾不断的发生。所以你看到美国在这个
发生了这个暴风雨掏空，可是瓜地马拉却面临到热火的这样的燃烧他们的这个森林大火，而且场景我再把它拉到欧洲大西洋的另外一端，到了这个地中海的意大利东北部山区啊，也是遭到暴风雨袭击，引发了整个洪水，还有它的这个土石流，甚至有好几栋房屋啊，真的在土石流发生的时候，直接被这样子整个好像搬走一样，这都造成意大利东北部它那边虽然说有些地方是靠近山区，但是你没有想到一下子它这个地方几乎就好像不能住人一样，所幸他们的当时有一些居民啊，大概十几名居民早就撤离了，要不然在那边引发洪水跟土石流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然后在这个意大利不只是有这个发生东北部山区有暴风雨袭击哦，那在纽西兰的游客他跑去意大利玩，那去那边滑雪的时候，突然那个一阵强风吹袭，他坐的那个，我们知道滑雪场到山上一定会有一个高度，你看到他们坐的那个缆车，是简直像玩云霄飞车一样，有没有看到左摇右晃的，左摇，然后中间你看那个还旋转，缆车还旋转一遍，好像那个几乎你看坐在那个缆车里面的乘客怎么办？哇！据说你看，现在有一个乘客掉下来了，所以透过这样的远远的距离取所拍到了那个镜头画面显示啊，真的有乘客从这个缆车上掉下来，那应该是要去滑雪的这个乘客。后来就有一个这个乘客那个游客啊，他就投诉说他去那个意大利的滑雪场上滑雪啊，碰到这种大风，那个大风这样子摇晃，然后他们上去有些设施暂停，而山上的那个滑雪站的一个基地，他的服务站竟然没有工作人员驻点在那边，所以有目击民众拍到的这些画面啊，都让大家看到说天气到底怎么了，从美洲到欧洲都一连串出现这样的一个让大家觉得非常惊悚的画面。刚刚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说全球都乱了套呢？因为你看看这边呢，除了这个北美啦、好中南美之外呢，哎，亚洲的情况其实哎也是等于说状况蛮多的，从印度、菲律宾甚至到中国大陆，状况也是连连哎。是的，嘉宾，其实暴雨不是只有美洲或欧洲才发生，印度也是不遑多让。那印度最近在东北方，他们有一个阿萨姆省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它的一个机场叫古瓦哈蒂机场，因为暴雨的关系导致它的那个机场的这个天花板然后承受不住那个雨量整个掉下来，然后你看到机场里面就像瀑布一样，所以你看到画面有机场的工作人员跑来跑去不断的提醒这个游客要小心。而当印度下大雨的时候，如果你再看东南亚菲律宾反而是出大太阳，而且酷热到有些学校要停课。那马尼拉这个大都会的这个地方啊，4月2号它的酷热指数哦，它达到了这个摄氏42度的体感温度，哇，这虽然说破表了，对，那今天跟昨天他们的这个最高的摄氏温度是到34度C 啦，但是我们特别强调马尼拉他们的气象单位有一个酷热指数，就像我们的体感温度一样，它不止42度，甚至有人预测到43，甚至到51度。那个几乎会引起热衰竭，对，然后整个会中暑啊，是，所以整个在马尼拉菲律宾这个地方几乎已经热到爆了。那如果你再看其他地方，比如说中国大陆，在广东好了，它碰到的这个是强对流的天气，是强对流天气造成那个室内啊，住在高楼层，你看这个妈妈才刚离开客厅一下子，然后她的小孩子就在玩，结果没想到你看风把他们的阳台那个落地窗整个吹破，妈妈吓得赶快把小孩子抱到房间里面去，然后还探头出来看，然后到底会怎么样？你看，如果你像他一样住在高楼层的这样的一个住户，突然一阵强对流的这样强风把你家吹成这样，谁不会吓死啊？你本来觉得待在家里应该最安全，暴风雨不要出门，在家也会这样子啊。你想想看，那个小孩如果被落地窗砸到会怎么样？哇！还好，赶快妈妈就抱着小孩往房间冲啊。那其实，在大陆内地还有一些地方，包括江西省啊、南昌市哈，这是他们的省会。那有些地方就出现了那个大冰雹，它也是从3月31号开始就出现了一些强对流、强降雨，然后就有一些暴雨，然后强风。那到了最近这几天，甚至被民众发现之后，你看那个上面的这个冰雹啊，几乎像乒乓球大小，砸到人的话多痛啊！那不止这样，还有在江西有一阵狂风，它整个把几十台的百吨以上的这个重量的这个卡车啊，整个给吹翻了。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几乎好几吨的卡车加起来，是不是就超过百吨？倒一整排，哎，倒一整排啊！所以不只是这样子，你看沿路开过去啊，几乎都是每一辆重达十几二三十吨的这个卡车几乎都被吹翻了，是，所以是不是加起来上百吨以上？哇，
你就知道这强风的威力，连这个大卡车都没有办法抵挡得住，那更何况是人。有一个南昌的这个一名烧烤店的老板，因为碰到这个暴雨之后呢，强风一直吹，他想说哦，不要让他的做生意的这个棚架给吹翻，他就死命的抱着，旁边还有一个男子也帮忙来，然后结果没想到拉不住他，连棚带人的吹到空中，空中据说3米高。三米也是差不多一层楼，哎，是。你看吹上去之后，你看那个老板他旁边的这个男生掉下来的话怎么办？你看整个被拉上去了，这有够夸张，都掀飞到半空当中，而且不只是这样，人在家中坐啊，祸从天上来。就刚刚嘉芬你说的，家里本来是应该最安全的地方才对，强风怎么吹？我家里面有挡风玻璃，有一个落地窗，有风有玻璃啊，还有这个墙壁可以保护。偏偏你看这个高楼层的。也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南昌，他当地有一处社区啊，传出来说有3个民众在家里面睡觉的时候，连床铺都被吹走了，更何况是人，从20层楼高的社区楼上直接被吹到了这个地上，直接摔死了。那真的听到这个消息会让人家很震惊。其中是一个阿嬷跟一个11岁的小孙子一起睡，睡的晚上突然听到了这个声音，然后呢，这个他的儿子呢，他跟他爸爸和那个老婆睡另外一间，那结果去看那个房间，他阿嬷跟那个孙子的房间，没想到两个人失踪了，连床铺都不见了。那另外一个社区是一对夫妻，太太被吹走了，是，然后先生发现太太不见了之后呢，才恍然大悟，说原来他太太已经被那个强风吹到了这个社区楼下，已经你看睡觉睡得好好的，床铺连人带床都被吹下去，是这个说有多惊悚，就让人家听了觉得毛骨悚然。在家里面都会有事啊，是。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地球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了。有时候我们会讲说，是不是人为的因素造成了地球的环境越来越差劲？但是你看到哦，包括了冰岛比较人烟罕至的地方，包括了北极，现在也都受到了波及了。没错，你看看在冰岛。冰岛经常发生火山爆发，所以你看到这冰岛的是火山爆发的其中一个画面，被当地民众雷克雅克斯那边的所拍下来。然后拍下来之后，你看到右边呢有一些冰岛的极光，就是北极圈上面的极光，很罕见的可以在冰岛上空上拍下来。而极光的旁边就刚好是火山爆发，还有熔岩流在不断的在旁边流。所以当民众摄影拍下来这个角度的时候，意外发现说，火山爆发跟这个极光竟然同框了，但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美景啊，却让人家联想到北极的这个极光啊，不断的从北极圈一直往南移到北大西洋的冰岛，再往南看到很多，当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的时候，你想想看，北极的气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气象专家就这样讲，我们现在看到大萤幕的这个触控图，从左到右就显示了2015年到2023年，以及2015年到2023年的平均的北极的海冰覆盖层面。当2015年到2023年，还有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白色的地方，就是有海冰。是。那可是你到了这个往后2023年以后呢，海冰的面积，夏天的北极圈夏天的海冰逐渐缩小，减少了。你到了2035年，甚至2035年以后，你看就剩下这一点点了。白色的北极，当它变成夏天的蓝色北极，你代表了什么？北极圈就要有海冰，它才能够调节气候。对。当海冰消失了、消融了之后呢？灾难的第一排是什么？就当地的生物链啊，那边的生物圈，北极熊、海豹、海象首当其冲，他们没有栖息地怎么办？就面临死亡的威胁，就他们的存亡危机就非常大。再来，全球气候就因为这样乱了套。我们最近几年不是一直在讲什么圣婴现象、全球暖化？当海冰不见了，没有办法去调节全球的气候之后，气候就会从上升2.4°C，再往上升4.4°C，这都是2050年、2070年以后可能会出现的状况。所以，白色北极转化为蓝色北极的时候，还有这全球温度曲线的时候，气象专家看了之后都头皮发麻，直言不妙了。也难怪全球的气候乱成这样，会出现一堆。像刚刚讲的暴风雨啦、天灾啦，然后还有这个火山爆发，还有地震。那你再来看看，在16世纪的时候，法国有一个著名的星象学家，他叫做诺查丹马斯。他在1566年离世之前，写了一本这个《诸世纪》这本书，里面有1000首的预言诗。1000首预言诗，有些还真的被他不幸言中了。是。那我们就特别讲说，有几个跟今年，因为他有些跟年份有关，2024年的灾害、天灾扯在一起了，比如说。他预言到诺查纳玛说2024年将持续的恶化，干燥的土地会更加焦枯，还会发生大洪水。然后甚至他又讲到这个地震呢，不过他讲的这个状况，他又讲到一个是日本沿海，那就有人联想到是2011年的3.11大地震啊。是。然后还有一个讲火山爆发，是指2024年发生的这个火山爆发是跟意大利的埃特纳火山有关，而且还说这可能是起源
这可能是在79年以后，这个维苏威火山爆发以来，可能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火山爆发。另外一个预言家呢，就是最近这几年在全球，包括讲疫情，还有讲一些天灾，印度神童阿南德，他曾经预言中，在去年12月到今年1月新年的时候，在日本会发生地震，结果今年元旦日本是不是发生地震？是。那阿南德他不时会把他预言的影片放到网络上，对，他也提到说今年2024年全球将不平静，他说地球会碰到一些自然灾害，包括洪水、地震，还有干旱跟火山爆发。所以当诺查丹马斯跟阿南德都预言说今年将有可能迎来全球的全球性的一个气候灾难的时候，我只能说希望老天保佑，那希望大家全世界都能够一切平安。我希望诺查丹马斯跟阿南德不要再说中了。砸了大钱去买三体版权的这位亿万富翁竟然遭到毒杀，而这个毒呢就是他，这个他中毒早有潜力了，一名中国女大生就是他中毒而死亡，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凶手还没抓到啊。中国跟我们来看了，哎，这个他中毒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再来他无色无味，很难抓到凶手啊。最近为什么大家会对他中毒啊引起大家的讨论，因为要先来看 Netflix 有一部这样的一个影集，它上架了，好，这叫《三体》。对，其实《三体》这部影集啊，它呢是当时中国大陆很有名的一个小说家刘慈欣，好，他所写出来的一个三部曲的小说其中之一。到这个影集一上架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因为从里头牵扯到包括历史背景是在文革时期1966年，那这因为一开始影集的这个破题就是文革啊，敏感啊，对，所以很多人看了觉得很震撼啊，也觉得文革很可怕，说哇文革有时候比外星人还可怕。是，那这部故事呢还有另外一个主体的架构呢，就是讲外星人啊，就三体人，那他来到了这个地球之后啊，怎么样荼毒地球人呢、啊、怎么样来把地球人人类之恶来做一个这个迫害等等。好，那你现在知道这个电影影集里头的这些小说内容背景，但是有一个人他就说我不管，好，我觉得我就是要把这个小说的版权买下来，把它拍成类似像星际大战一样这样的电影或是影集，我甚至要把它做成网络游戏，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有三体人的这样的一个中国大陆小说家刘慈欣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内容你一定可以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对，是谁呢？是一个年轻人，哎，叫林奇。好，林奇就是我照片当中的这一位哦，他其实是中国大陆一个网络游戏公司的老板。其实他蛮厉害的，因为他年纪很轻，对，但是呢，他当时就已经有上亿人民币的身价了，亿万富翁啊！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年代大家都知道网络游戏啊，很容易创造富翁啊。但是林奇他所创办的这个游族网络的电子游戏公司啊，他当时是怎么会突然决定就想要买下刘慈欣《三体》三部曲小说的版权呢？好，因为他一开始本来都在做手游游戏，可是做一做之后，他就觉得他开始对于这种所谓的外星啊、物理啊、天文啊，他开始感兴趣。他觉得我既如果又可以做游戏，又可以拍电影，不是很好吗？所以林奇呢，他当时就砸重金去找来一个人。好，这个人呢叫做许瑶，就照片当中这位。好，他们两期同年纪，都很年轻。也就是说，林奇就跟许瑶讲说：“哎，我跟你讲啊，因为我有这个计划，对，想要买下刘慈欣《三体》三部曲的版权。那你是学法务的，好，那我找你来，重金礼聘你来，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在竞争要标这个版权。那许瑶就说：好啊，按年薪怎么算？上亿耶！他年薪给他8000多万台币，接近上亿耶！哇，怎么样？你请许瑶这个薪水够高吧？够高。好，那当然，许瑶也不负林奇所望。的确呢，就成功把《三体》的版权给标下来了。所以现在这部影集哦，他以后的影视的改编拍摄许可或者版权都在他手上，都在这个当时许瑶帮他标下来，都在这个公司，都在林奇的手上。对，好，但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林奇这个人，他后来啊，在2020年的12月，突然就暴毙，下毒的人是他。等等，他是被毒杀的，对，他是被毒杀的，而下毒人就是他。好，来跟大家讲来龙去脉。原来我刚不是已经埋了一个梗，
这林奇啊，他为了想要完成他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创举与梦想，找来了许瑶。那一开始许瑶表现是还 OK， 所以我才说他成功买下了这个版权，跟排除了很多的竞争者。但是后来他的表现每况愈下。哦，那我一年给你近9000万台币的薪水，对。那后来呢，他就从执行长的位置被拔掉。哦，好，然后所以他的薪水被减薪，位置呢被降这个拔官，哦，被降阶。那就这时候许某就很不高兴了。那许某呢就决定要对他复仇，可是你要用什么方法复仇，然后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对，下毒。你知道他是怎么杀他的吗？原来他是启蒙于当时我们在网络上面也是 Netflix 的戏，叫做《毒绝命毒师》这部片。《绝命毒师》这部片大概就是说，哦，里头有个化学老师嘛，他不是在实验室里面制毒吗？对不对？哈，那许瑶他从这部电影里面学到了一件事情，是说，原来如果我制毒，我只要隐秘在一个实验室里头，就没有人会知道了嘛。他就在上海的郊外，哦，弄了一间实验室，自己搞了一间实验室，然后他再自己去上网啊，或者是化工行买了好多好多种具有毒性的东西，然后在那边七实验八实验，东凑西凑的，还拿小动物做实验，最后被他给搞成功了。那最后呢，他就用什么？就是我们刚讲的跟他有关的这些毒物，是好。那那时候警方调查，他将氯化甲基汞，因为他就有甲基汞这个含的成分，他就掺入饮料。那当然啦，虽然这个内容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外界一般怀疑就是说，阿奶掺入饮料嘛，啊，你就给林奇喝就好啦。好，或者是你看，他也可以把这个氯化甲基汞做成假装是保健食品啊，其实含有毒啊。好，所以最后呢，林奇呢，因为被公安调查，结果就是死于他中毒。而这个他中毒搞了半天，是他公司的好伙伴许瑶下的。你知道许瑶被判死刑呐？对，就是在 Netflix 一上架，哦，《三体》这部影集的隔天，他就被判死刑。哦，而且这个呢是他有抓到嫌犯了哈，关于这个他中毒，但是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哈，有一个中国的女大生哦，结果呢她被他中毒呢下毒之后，这个下毒的凶手啊至今依旧下落不明，还找不到哎。好，这事情是发生在1994年，啊，北京清华大学的一位女大生叫朱莉，就照片当中这一位，她很厉害哦，功课好，音乐好，好，然后她长得也好。长得非常漂亮，那他整个他中毒的过程，我先来讲，过程很离奇。是，首先一开始他是眼睛会痛，剧痛，哦，啊，剧痛之后，然后发现，哎，好像视神经有受损。那后来人家就是说，到底是怎么原因？他也不知道嘛，学生怎么会懂？干脆隐形眼镜就不要戴，就直接戴眼镜。对，但没有用啊。其实你追根究底还是要知道你眼睛为什么会剧痛嘛。好，后来没多久是。开始掉头发，头发就开始噼啪掉，掉了完毕就算了，肌肉还会开始疼痛，后来发现是他肌肉啊疼痛，手麻脚麻，好，最后呢历程达6个月，也就是说他在这6个月都多痛苦啊，眼睛几乎失明，头发大量掉发，然后后来呢手麻脚麻，导致最后还全身瘫痪，双眼几乎失明，脑神经受损，智商仅剩7岁啊。这个历程就是从1994年的年底一直到1995年。好，那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会长达半年的过程当中，慢慢出现这样子非正常状况下出现的症状呢？对，一定有人下毒嘛，公安也不是省油的灯啊，马上就查出来。那我先讲，他当时啊，哦，就几乎都已经是获去半条命了。他30年都在卧病在床，直到去年的12月才病逝。好。可是那个事情当时刚发生的时候，刚刚就是调查出来，后来发现他身上有他的这样的一个成分，他毒，被下毒了。好，对，但他毒。可是你只知道他中这毒啊，怎么下的？谁下的？一直都没有消息。其实这边偷偷跟大家讲，公安当时是有调查的。你知道1994到1995，对不对？那其实，在1997的时候，公安曾经锁定一个嫌疑人，就是我们电视机上的这位。照片的这位人，他叫做什么？叫孙维。孙维什么？就他室友啊。通常你要下毒，是最近的人。对，最近的人嘛，就跟刚刚那个一样嘛，许瑶一样嘛。好，那
可是我要先讲，孙维是说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嗯，但家属就是朱令的家属认为已经有，你就是嫉妒我女儿漂亮，音乐好，又长得漂亮，又功课好，好，但是我们想要有证据，你才能在法庭上面定罪。是，公安当时拿不出证据，所以怀疑他，找过他，调查他，但最后呢，还是将孙维无罪释放。那这孙维无罪释放之后去了哪？他去了美国，哎，一度哦。一度曾经有上万人哦签署一个请愿书，跟白宫说你应该要把这个孙维啊一度回中国大陆，然后让他再重新受审。对，过白宫拒绝。好，所以他那时候在美国2013年的时候就也没有被引渡回中国大陆再重审。好，那后来他去了哪呢？他就去了澳洲。现在他在澳洲很有钱呢。好，澳洲的媒体有去报道，因为当时这个轰动一时嘛，全世界大概都知道这个案子。他后来改名，改名之后呢，然后在澳洲投资房地产，然后获利数百万美元。现在他是享受着富豪级的生活，哇，有游泳池什么等等。好，可是就在我说他去年朱令不是12月去世吗？对，等于说他很惨的活了30年之后，就网络上面就突然跑出了一个。号称是真相调查大公开的过程，里面就说怀疑是他，而且怎么下来？刚刚不是说眼睛吗？对，眼睛这边真的就很离奇了。为什么下在眼镜盒里？哦。第二，头发不是掉吗？对，掉头发。我刚才不是说无色无味溶于水吗？是。下在洗发精里。天哪！好啊，不是。全身神经痛吗？对对对，啊，下在他吃的东西里，所以呢，至今这个案子还是一个无头公案。但是呢，有的人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他们就觉得说，这里头背后的涉嫌的嫌疑人有没有可能，至今仍然逍遥法外，甚至在国外还过起了。富豪般的生活呢？我们来看到呢，包括了现在呢，小米的汽车讨论度很高，但是卖一台据说就会赔10000块美金，背后的盘算到底是什么？还有的是拜登跟习近平在通完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之后，薇姐要来告诉我们了，两个人通完电话会不会续打电动车大战，还有晶片大战呢？好，那个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哦，是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一定要去了解哦，在2018年打了将近6年的美中贸易。现在胜负已经定了吗？金牌共来近期哈，这拜登跟习近平他们两个人通话了多久？1小时45分钟。可是我跟各位报告哈，我觉得轻声细语说重话，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重点。他在通话的过程当中没直接跟你说破哪一件事情。来，我们看一下，习近平说，好，这个两边这边拉雷高来高去都不管。他现在最重要，我认为就是这句话。这个习近平认为，现在美国如果针对中国用一大串哈这个装不完的黑名单，不断的在制裁的话，你这个越拉越长哈，未来是什么？请注意这句话，他说这个美国现在这个动作不是去风险哦，你去中国化不会是去风险，而是什么？是制造风险。好，这个制造什么风险？这风险难怪中国，难道是中国去承担吗？不。观众朋友，我觉得我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这是要警告拜登，警告美国。现在你美国制造的生产链，如果你现在随时移出中国，你很容易。可是未来你美国制造，到时候你要进到中国市场，我跟你讲，这很困难。因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的中国市场会被中国自己卡满。这句话是到时候会被印证。我们现在就来看，你看哦。Tesla 代表美国企业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当然就是手机的苹果咯，另外是谁？当然就是 Tesla。 我们来看看现在 Tesla 的下场。 Tesla 在去年哦，可以卖出多少？史上无敌棒哦，可以卖到 48.4 万辆，2024年第一季出来了，结果是什么？足足少了10万辆。目前为止你看它是只有卖多少？才卖了38万辆，这样第一季了哈，卖的比较少，但是上一季它卖的比较多，这去年的时候。那目前为止，如果你只卖出了38万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代表什么？你远远低于市场的预估44万9。可是更重要的是，你比去年少了的这幅度非常之大，排挤掉 Tesla 之后。加分啊，你知道谁来卡满中国的市场啊？谁来卡满？就是中国自己栽的，自己的中国制造，就是小米。来，我跟你讲哈，观众朋友，我们看着，这今天是4月3号嘛哈，冰冰冰冰是什么？因为小米
好，它的车子 SU7 正式上市了，而且目前为止在今天哦，你看这是谁？背影我们只是看哈，背影这个人叫做雷军。好，我们很少看到哈，一个汽车业的老板。Gaggy 哈，在这个他们的汽车工厂卖出去的时候，亲自帮他的车主买你小米汽车的人帮你开车门，这是刀几盖。我那个嘉文，我看我问你，你有看过 Tesla？ 你有看过马斯克好帮他 Tesla 车主开车门吗？不可怜，不可怜的代际。你有看到比亚迪的王传福帮这个比亚迪的车主开车门吗？就是雷军呐、啊，他告诉你，我不叫做雷军，我叫做雷厂长，我几乎就住在小米汽车它的工厂里面，所有细节我通通知道，包括我要交给你车主的时候，是哇，雷军雷神呐、啊，亲自来帮你开车门。他的这个天井车窗，你说好到哪个程度？来，对，车子很多人哈都在这个高温之下曝晒一个半小时哈，其实都会很热。我们很多人开过车，你就知道，一进去的时候哇，小滚滚小滚滚，他们去比哦，如果是小米里面的实测温度哇塞，59.37。哇，就管呢，五告罗啊！对，可是你看 Tesla 寡贼，你看清楚，71度更高 ，combo。所以你在这里面比起来，你就知道小米是不是有它自己本身独属的科技在这里面有。还有大家不要忘记哈，小米它是不是手机起家？好，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小爱同学，很多人都有买过哈。你只要在车子里面，在它的小米的汽车里面喊一声小爱同学，请你把我的这个车窗打开一半，哎，你听清楚，不是要你全打开哦。一般可能笨笨的哈，全开要么全关。对，哎，帮忙打开一半。哎，我跟你讲，我们一般人都要想什么叫做打开一半。不止这样，隧道有多长，你旁边经过的到底是爱河还是淮河，直接告诉你现在它的这河的长度，小爱同学通通帮你搞定。它最大的杀手锏是什么？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好，它的杀手锏没有别的，就是急啦，就是价格战。他现在因为要冲市占了，所以加分我跟你讲，不要说比那个中国的这些市场，我自己也会啊。他现在你看清楚了哈，最近最轰动的他的这个小米的这个电动车 SU7， 哎，它的标准版哦，只要21.59万，哎，相当于台币哇塞95万，哎，我们台湾的玉龙呢？那几百万呢？哎，我们的玉龙哈，最刚开始卖啊，首早鸟哈。高早高安，现在要109，是啊，至少大概100万啦，它才95万，够不够迷人啊 ？Tesla 嘞，反正 Tesla 知道现在哈，你中国市场排挤我嘛哈，其实非战之罪，哎呀，干脆老子跟你聊下去，你要降价对不对？我给你涨价，我给你 kick 给。哎，这一出我看不懂哎！哎，我跟你讲，哎，人家降价，他应该可以降啊！呢，你小米呢？所以在这里面，你干脆，反正我也杀不过你，而且你政府一个法令下来，我哪里都不能卖，干脆我给你涨价，反正他至少可以救股价嘛。每卖出一辆车，至少我不用像你小米一样，一台就要亏32万台币嘛！哈，你看小米光今年，他刚刚宣布他的小米电动车真的出来，哎，股价立刻就涨。涨了5%多，可是我们来看 Tesla， 今年以来它已经跌了30%了，还会继续跌下去。我跟你讲，还是会继续跌下去，因为你需不需要中国市场？你需要嘛？在这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哈，中国它的目前为止，如果你美国的一些供应链如果挤出去。出去之后，请问你能不能卖回中国市场？这就是习近平今天在恫吓拜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现在哈，那个美国的这个花旗，他也在预估啊，小米啊，你这个是开什么玩笑哈？这个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怎么你口口做？好，对不对？所以啊，这个美国的分析师说，你这不懂，我已经帮你算过了，你每卖一辆你的 SU7， 你至少要赔$10,000，相当于台币，你要赔32万台币。是，哎，你这个情况，你全年要赔出180亿台币。我跟你讲，它是个上市公司，哎，对，哦，你 A 股上市啊，那个香港上市，你的股东能够饶得了你雷军吗？对。但是哈，我跟你讲，你知道雷军是怎么搞定这件事情？对啊。我跟你讲，雷军的盘算不是现在你这个美国这位这个花旗的分析师这样看。我跟你讲，我跟你报告，我们研究小米非常多年了哈，小米它曾经创下哈，以3年之内以最快速的方式能够卡占市占率的手法里面，它最重要的是用什么？就是小米的生态链投资系统。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来，那个管理员，我跟你讲，它就是一模一样，几乎是用中国最便宜的成本，100%去 me too 谁？ me too 苹果。
苹果哈弄什么他就弄什么。那因为苹果的制造是不是就在中国那个市场里面，他就把他最便宜的价格全部来弄他的小米手机，他就是这么崛起的。那你看一下这个生态链也一模一样，他就是在干嘛 copy 库克。我跟你讲，他从小米手机起家，对不对？他的生态投资链被阿那走，他就是接下来你看你的行动电源，不论你的耳机自拍棒全部都绑在所有手机周边的，还不止这样哈，他开始扩大了，这就是联发科帮他们做的，所有你生活的智慧生活的东西，包括什么空气清净机啦、扫地机器人等些，全部都给他砍败在他小米手机。现在他砍败什么，就是你的电动车了。这代表什么？我工作、出门、生活还有睡觉，24小时，我未来要绑在你小米的手里。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出了一个手机，我还出电动车，我要学库克，而且库克你现在追不上我雷军哦。为什么？哎，苹果你已经放弃了电动车，而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小米就有这个能耐。是，在中国他敢跟拜登呛下的过程，他就是认为他中国制造要卡满他中国市场了。我下面王立功，我证明在哪里？就是来看华为。你不要看哦，华为哈，目前为止刚开始被那个2018年、2019年被美国打得迷迷冒冒，对不对？对。你看它的营收，我们别的不看，营收已经开始又要回到它当时最高的记录了。它怎么来的？我跟你讲，就是中国制造它自己弄出来，它这是外面的说法，不晓得它内情是什么。就是大家看到的手机 Mate 60，好，是不是震撼了全国际？大家都觉得一起今天啊 ，gay， 你真的你的那个7奈米就能搞定吗？但是目前为止，据说中芯国际还持续在帮他做第二件，他的问界 7。哎，我跟你讲，最近不是小米来势汹汹哈，杀到只有21.59万哈，对，这个杀到骨头了，他也赶快降价。所以目前为止，哎，连华为自己的电动车哈，问界M7哈，它也一样哦，它都有大收人民币哦。所以在这里面，这就支撑了华为。过程当中，大家都想知道，那我们在杀价竞争过程当中，你要杀出这个 Tesla， 我能够理解，因为那是美国制造，美国人这个生产供应链。那你中国自己多杀多，你会怎么处理？目前为止，我跟你讲，问界一看到小米出来，居然这么杀这么低，他赶快也降价，他立刻降了20000人民币哈。你看，他跟小米哈的这个 SU7 只差多少？只差了差不多10000块人民币而已。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华为到底你真的有你这个能耐吗？我们来看一下华为哈。说起来，这是韩国的报纸报道，我觉得很多事情你要参考。现在啊，据说哈，一样找中芯国际，好，毕竟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这个龙头，半导体龙头。他现在在上海专门生产了华为最新高阶的生产线，据说6月份还要再给雷蒙多另外一个礼，给他更高一个壮汉，而且据说不止卡5奈米，现在很多人像我们台积电已经卡到1.4奈米了嘛，哈。据说他中国以现在旧机哦，完全是都低阶的，他居然有想打算要进军3奈米。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能耐，可是华为对外说他可以拿旧机，哎，彬彬道道，他一样可以弄出新的，这是不是中国制造真的过程当中就有这个风险？另外一个，这是华南早报，南华早报是，哎，南华早报这个讯息我觉得非常重要哈，管理员你要看一下。目前为止哈，他们在中国的半导体里面设备上最高阶的叫做北方华创。对，那在这里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美国被卡脖子，卡脖子的过程当中哈，中国被美国卡脖子。政界、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新闻内幕、独特观点，厘清事实，破解谜团。我是陈明君，我是李佳明，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